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，一起猜香雷。哇哦，是什么？两条狗。给大家看看，它们的眼睛好奇怪哦，怎么都是马赛克的呢？哎呦，都花了。汪汪汪汪！这个玩具有点意思，哎，给大家看看，它们还有两只灵活的耳朵呢。你看它们头伸出来的那一瞬间，耳朵还在摇摆摇摆摇摆呢。哇，这狗好凶啊，好像要咬人呢。那我来试试，它能咬住我的手吗？哦，哇，哎呦！开个玩笑，当然能出来了。哇，看来它是一个狗狗造型的假手钳。哇，这个狗狗的造型好像史努比。咦，有没有？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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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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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紫色和白色。哇哦，好像白色更可爱一点。它们的头可以伸这么长。还可以缩回去，哇，伸缩的狗头钳子，哎呦，这名字也太麻烦了，伸缩钳，伸缩假手钳，不得了不得了，哇，大事不妙，小白咬了小紫的嘴巴，哎呦，出不来了出不来了，好疼啊，啊，终于放开了，还是我解救了小紫呢。小紫，你可要谢谢我。小白，你不能太凶哦，对你的伙伴们要友好一点哦。好了，不演了，我们就到这儿吧，要吃糖果了。哎呦，差点割到手了，好心慌啊。哎呀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看到它了。它是什么呢？果汁味的软糖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，感觉果汁味好浓啊，还好酸呢。花姐还是比较喜欢玩它们。来来来呀来呀来呀，哼，想夹我。没门儿，没门儿，没门儿！夹你们，夹你们呢！嘟嘟嘟！哇，他们好像一个狗狗巡逻队，遇到坏人，哈，你们要小心哦！哎呀呀呀！好了，我们本期的趣味糖果狗狗造型的假手钳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啦！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